请问你今年几岁？永泽，你要忏悔的是什么内容？否认。你知不知道这个手淫对你身体会有伤害，你的身体将来就会导致成残废？我乐意。开学吗？随便。对这个学校有什么期待吗？没有。为什么呢？不知道。新学期有什么新的愿望吗？啊？新学期有什么新的愿望吗？没有。没有愿望？嗯。你一点心愿都没有吗？有没有小心愿啊？没有。希望怎么样？有没有？没有希望。你回家吃饭吗？啊？你回家吃饭吗？嗯？回家吃饭吗，宝贝儿？